Nothing can stop me. I'm all the way up. What you need? My Knicks run game, we ain't never leave, never leave. Counting up this money, we ain't never sleep, never sleep. 掌声欢迎来自德国拉菲克哈比特。好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WRF 为您呈现的68公斤级的一场中德对抗赛。这场啊，对啊，有点这个正灯的这个绿箭波这次表现怎么样？反正每一次绿箭波这个黑超眼镜都是必备的标配。感觉拉菲克的这个重击能力并不是很出色，是他的拳法的爆发力不是很好。而从现在来看啊，这个哎上来了，突然暴起。好，现在呢，陆坚大只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双方的身高都还是对自己还是想给自己留更多的这个，我们看，哦，陆坚碰手，刚才这下前手塞到了啊，来继续，哦，两个，我们看拉菲特的这个拳法的判断还是，因为这个双方换拳的时候是一个场面的带摔了，这个带摔是下巴中一拳，对方右脸中一拳。他这个命中率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准确，比较高的。对对，没错。我看连续的，他就是总是用这个自己的这个手臂啊，去阻挡这个陆建波的这个腿部的进攻，这个很容易把这样让陆建波的这种重拳发挥不出来，有点难受。哎，我这边哦，直接两哎，发，不是前后直、前后摆这样的一个横向型的拳法。而现在这个陆建波，其实我是觉得一直在给对方寻找。哦，继续继续，这个有点像这个下围棋，一点一点的围，一点一点消耗。陆建波被连续中了，陆建波做过相对的研究啊。陆建波是属于重拳型的，我们看连续，哦，高扫。说这个体能啊，应该说下降，也是下降，去，有时候都稍微有点丧失控制了。啊，十秒，十秒钟，最后的时间，7-30，三号裁判员27-30，比赛结果蓝方胜。蓝方拉蒂克获胜。有请颁奖嘉宾优德控股集团拉菲克颁奖。